呢个 channel 咧系做一啲关于游戏嘅新资讯同埋直播嘅，中意记得俾翻个 like 同埋订阅啦。Hello， 大家好，我系魔人咁啊，今日翻到嚟咧，同大家探讨下究竟呢只嘅萨尔龙值唔值得货啦？因为之前啲片都讲过，想同大家讲讲啦。咁喺抽唔抽嘅情况之下呢，咁大家呢俾咁多 like， 咁我諗啦，唔係喎，係买唔买啊，大家俾咁多 like， 咁我自己呢都去特登买咗嚟试下嘅。咁首先多谢大家嘅支持先啦，咁嚟到呢度梗係睇睇大家有咩睇法啦，咁讲咗我自己嘅睇法先。其实我觉得真係唔好乱买啦，如果你话喂我真係为咗呢隻角色咗喎，其实你是喜欢的，我觉得没问题。但如果你说不是，我想有这只角色之后会飞，那是不行的。是啦，因为你是要很多东西支撑你，包括要升劲它、要很漂亮的装备、还有你要有一个本身升到劲的角色，它才可以扯到个，即是拉条线过去，令到它追到个 level 那些这样。所以大家呢就真的要想清楚。是啦，并不会真的令到你的实力提升很多的，如果 你只是货这个788，是啦，那啊算不算是劝退呢？那纯粹讲清楚个事实给大家知道。那啊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啦，除非是大货长，不是真的不要买萨尔龙啊，他是靠全城先劲啊，如果788只是买这只角色根本不抵，是啦，跟我想法一样啦。那啊假设如果货了只萨尔龙呢，至少全城 SS 先够爽，但是 SS 要四只同样的 A 级角色，那要抽几多先有啊？那要货788呢之后呢仲是无底深潭喎。如果要货咁多，不如直接掉咗佢，掉落去算抽算啦。其实就係我呢个諗法啦。咁但係你话788抽到几多抽呢？788呢应该就淨係可以抽到呢一个嘅。睇你买咩包囉。咁如果你话一开始有啲包其实係抵嘅。咁佢到后面你要买转包嘅时候呢就真係抽好少㗎啫。咁呢个呢就我諗係抽一啲包俾佢。如果你话淨係788，如果性价比最高，当然就係买一啲好抵嘅包嚟抽啦。咁但係我建议大家放自批嘅游戏呢係可以唔使货嘅。你咪唔好货囉，啱唔啱先。好啦，跟住呢下一位兄弟就据说六品豪鬼可以打晒成队。咁但係唔知道台版出嘅时候系点啦。咁如果你话六版豪鬼可以打晒成队，咁可能台版如果佢唔调整都有咁嘅机会嘅。我系买咗啊，练到121后呢就有信玉杀，咁啊伤害超高，依家打到16关都冇卡，推塔可以去到200啊。咁啊波波鱼相信呢都系㗎啦。哇，波波鱼识咗好耐㗎啦，佢成日都留言。咁啊唔会先我嘅呢、這个阿坚啦，係啦。咁但係波波鱼应该都火唔少啦。跟住六服两个月之后就有限定抽，港台呢就唔知道。一个生命，一个角色生命强势周期半年左右，788太贵唔值得货。呢、這个就每个人价值观唔同啦，係啦。如果你话半个，即係我拍片嚟讲，我觉得我係需要攞晒啲角色嚟拍嘅，咁我咪值得囉。咁样大家真係话四个月之后冇问题嘅，咁咪四个月之后囉。因为有 KC 有一位朋友啊兄弟呢叫 KC 呢，就话方知自批 game 咧，每个月啊嘅月，每个月嘅市集啊，商店啊可以买到15岁啊，咁四个月之后咧咪换到咯，咁样，咁其实四个月之后大家等得嘅话咪换到咯，咁但系唔知道今次台服嘅玩法会唔会佢 V 完之后都系嗰一批角色啊嘛。嗱，我觉得唔值啊，反而咧货788换司令更加好。我自己觉得司令嗰个位其实系好过嘅。如果你咩如果你唔系话咁中意萨尔龙呢只角色，因为我自己咧就我货司令噶啦，咁所以之后再货萨尔龙嘅啫。嗱，呢只系唔适合打影罗都市嘅，每场开波都扣15%，听落唔多失。打多几场咧就脆到爆啊！每次经过肉咧都要食啊！咁我可能我会唔用佢啦，打影罗都市有得换，唔急用可以考虑下。我其实我都知道有得换嘅，但系如果你话我等四个月之后再，即系我例如啦，我即系四个月之后先换到，咁我咪试唔到俾大家睇咯，啱唔啱先？系啦。真心同样货788买司令好过，呢、這个我都系觉得系啦。788本身就送本田啦，不过魔人已经货咗将军 support， 喂多谢你啊！咁其实你睇晒我啲片，你先知道我已经货咗将军啦。系啦，我抽到铁面同埋
这个是哪个应该怎样运用？其实贴面本身我觉得可以是做坦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请教一下我一直呢都是用春丽星的，已经过了400万战力，但近来呢想转萨尔龙都破400万战力，怎配搭好？其实萨尔龙呢我自己就是要他来做主力，咁俾晒啲好装佢，咁就一嘢打上去，即係用萨尔龙嘅必杀，跟住萨尔龙嘅年纪三，跟住之后一二年纪就自己再配搭啦。係啦，因为我之后嗰啲片我都有讲过萨尔龙我係点样用啦。咁但係其实我哋战力都相差一段距离，咁未必可以俾到真係嘅確实嘅参考性嚟，不过都係咁啦吓。咁希望讲完之后会帮到你啦，係囉。咁下一位 JM 啊 ，fan 呢位兄弟咧就话，我觉得唔值得货啊，无底洞啊，喂大袋你个口，系唔想货金迟早都有，啱啊，碎片商店有碎片换都系啦，想睇啊，唔系唔货啊，货咗啦，拉咗未先呢条，我系懦夫不货啦，呢个雪糕仔。好啦，咁啊，佢英文写 evil 同埋呢个。另外嗰个系狂龙同埋萨尔龙同狂龙，我之前都搞唔清楚，其实系两隻嚟嘅。咁一隻就系萨尔龙，即系写邪恶嗰隻，咁另外嗰隻就叫狂龙。但系狂龙我又唔知佢由嚟点嚟，萨尔龙我就知啦。狂龙之后可能再同大家讲讲啦。货啦，净系赢都够啦，咁啊啱啊，已经赢咗啦。我玩咗三日，有两隻萨尔龙，依家 A 加。A+788贵哦，咁你嗰隻你抽㗎係咪？你抽嗰隻应该唔係萨尔龙喎。呢、這个游戏好悭钱，唉，手游都係悭钱㗎啦。点解冇豪鬼未出啫？豪鬼仲未出係啦，有得换㗎啊，係我知。但係我都解释过啦，係因为真係等唔切啦。我要拍片，卡关900电脑超快。有陣时我都係超快嘅嗰啲敌人啦。咁好多时就係靠两隻嘅魔王啦，咁但係依家我过咗啦，咁可能就係 level 问题啦。因为有陣时唔知點解我升下啲 level 夾硬顶咗之后下一弯就 ok。唔好买啦，我都会睇你啲片，喂多谢你支持呀、啊。係啦，多谢多谢。货金我投呢个草币商店一票。咁影都商店6000线6万线部。免费换就咁24万都换到啊！好多人咧，其实都话啊，其实都换到嘅，咁样一日人工其实都唔夜少啊，700-800，所以我一路劝大家唔好乱货咯。系啦，咁啊，多谢 Simon 嘅第一啊，咁啊嗱，大家睇完呢条片，应该大家都有答案噶啦。我自己就觉得咧，就真系唔好乱货啦。我试咗俾你睇，咁咪 OK 咯，系咪啊？大家等得嘅。咁咪喺商店度换囉，咁我自己真係急住试先要俾大家睇嘅啫，咁希望之后啲片都可以大家俾咁多 like 同埋咁係 share 埋俾啲 fan， 令到我可以试更多嘅嘢俾大家睇啦，因为你哋唔支持我，其实我冇意思㗎嘛，做条片出嚟即係好似今次咁，大家就俾咗咁多 like， 咁我冇辦法唔做多啲片试多啲俾大家睇啦，啱唔啱先？好，咁希望下条片呢又可以呢同大家分享更多嘅角色同埋呢傾更加多嘅嘢啦，我哋下条片见，拜拜。兄弟们，你都睇到嚟呢度啦，唔係唔订阅我个频道呀嘛，撳埋隔篱个铃铃，俾埋个 like， 最重要就係 share 埋俾你啲 friend， 读佢玩埋呢隻 game 啦。